年轻的时候话多的赶上小喇叭了，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，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，多一个字都不给你，那我绝对不是造谣，不信你们自个儿瞧。来了看啥呢？包饭好了，吃。喝酒不？烫。咱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绷着过呀。醋。商量件事儿。说。多赏一个字行不？行。那还一个字。你还有啥指示？算。两头够不？包。我不伺候你了。放。屁。你爱吃不吃。说啥？哎呀，俩字了。谢谢，我说你爱吃不吃。你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仨字了。你看你吆喝啥呀？你看你吆喝啥呀？六个字了。哎呀，谢谢。我说你爱吃不吃，我对你呀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孰可忍，谁也不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要自强自立了，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，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干啥去啊？刀。用啥？气。啥意思？你真假的？真。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。咋的？有钱吗？有。够吗？够。脚下的路还挺长。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。私房钱儿？你说开箱检验。哎呀，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，你打开过？拆。我看。拆。不看。你别那贼眉鼠眼的，有四大君子风度，你看。不看。你不看那干啥呢？丑。这啥呀？全破烂啊。我是收破烂专家，我乐意。这是啥？情书。谁写的？他。他是谁？茄子。你瞅你那么大岁数你还茄子，你丢不丢人？我说什么好，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。啥呀？让我不好意思呀。你那是英文啊，你还我。不，我不行，我得看。假让偷偷摸摸的还写个情书。对。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？原来是外边有听了。亲爱的丹丹，真不好意思。嗯。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，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惦。这不我写的吗？呸，酸。这家你别说。嗯。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？嗯，我忘撕了，你拿我撕了。别撕。怎的？不管咋的，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。今天看看挺有意思。哈哈哈哈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，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。哎呀，这当时我这文笔呀。你还文笔呢？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。你说我当时多傻。当时我多尖呢。嗯，你接着往下念。不念了。念了。下边这词儿是我写的。嗯，把上边那毙了。毙啥呀？你不念我念。干，你是一把菜刀，我愿做一颗白菜。
你是一条裤子，我愿做一条裤腰带；你是一张板床，我愿做一套铺盖。管够让你蹬，管够让你踹，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，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，爱你不干也得办。呸，啥文字？啥玩意儿？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，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？你不着急要走吗？是我崩你吗？我为啥走啊？你为啥呀？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？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，能看出新闻联播来呀？是，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。我是脸也变窄了，个也变矮了，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蒯了，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，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打算再买了。你呀、啊、也别挑我理儿。怎么的？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。你说我少说两句话，你说我变傻变愚了；我稍微对你热情点，你说我格调太低了；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，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；更有甚者，你说我半夜说梦话，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。那我还是瞎编编，你咋的？你不瞎编不没班吗？你啊？我敢赖啊，爱莱文斯基吗？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，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打击了，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可别说了，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？咋样？你有个病有个灾，得个感冒，我急得满嘴都是尿泡啊。又给你熬汤，又给你煎药，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。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，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？你没良心。怎的？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，我就给你背医院去，这楼上楼下的检查的，又心电图，磁共振，又做完 B 超，又化验粪。张大夫说怀疑肝，李大夫怀疑肾，一颗怀疑是宫外孕。你说我问你自己，你说浑身使不上劲，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，啥呀？你岔气儿。你说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，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，那不把我屁都得吓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走吧。咱呢？哎，你要走你就走吧。咱就送给你一个字。啥字？追。那我也还你一个字。啥？甩。你要甩我就赖，我粘上你。你说你都赖上我了，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儿呢？老伴儿啊，怎的？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。我说醋，哎，就是这瓶老陈醋；我说蒜，那就是紫瓶独头的；我说拍，你给你端蒜集上来，是不是？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啥呀？哎呀，你呀，你就是这张嘴呀，我这辈子。回就回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，行，收拾东西吃饭。我帮你收拾。对呀。你说这老破烂都留它干啥呀？这都哪年？这是你就那么些年前，你记得不？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。对，那阵我是大会战的时候。嗯。那我老能干了，给我发个奖，没舍得穿。我给你一个邮回来了。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，那天咱家没有布票的，我就拿它当尿布了。是，嗯。我说咋一股带鱼味呢？你咸带鱼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都留着呢。嗯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你瞅啊。现票。嗯。鸟票。嗯。布票。嗯。豆腐票。嗯。粮票。嗯。这留着还有啥用？这都是纪念品。啥纪念？记得不？嗯。那会儿我是。一个月就23斤，嗯，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，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，
每个月都给你省十斤，就等着盼呐、盼你回来，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。是那阵我还记得、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、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。哎，我呢你怕我累着。后来我就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呢、不有一首歌吗，我都给编词了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，一下让人斗一个月。怎么犯错误了吗？啊，批斗了。我不给你写信了吗？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，开啥劳模会挨斗呢？那你咋不跟我说呢？我说了，我敢说吗？你正啊在月子呢，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？你真是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。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了，拉倒，再没有瞒你的事儿，老范。别说了，吃饭吧，都凉了。你再有一碗，你走我一下，你再有一下，走我一下。